水、能量、有机物质，是生物生存的基本要素。有科学家推测，海洋可能是地球上最早有生命诞生的地方。而潮汐、海水的流动，仍然不断与大自然生态系统互动。四面环海的东平洲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位于香港最东北面，这里有独特的地质景观，好像岛上最东面的更楼石，一层一层好像千层高的沉积岩，是在5500万年前形成的。大自然是一位艺术家，东平洲这里也有不少他的作品。如果想来东平洲看其他不同的地质景观，只要在马料水乘坐接渡就可以了，船程约1个半小时，但记住只有星期六日和公众假期才提供服务。面对大海的时候，我总有一种解释不了的亲切感涌出来。那就好了。交易，今天带你去见妈妈。我们第一次见面就去见你妈妈？不是我妈妈，是有珊瑚妈妈之称的海洋生物学家 Apple。 嘿，珊瑚妈妈，待会儿带我们下海看珊瑚。好啊，下海之前我先带大家看一些东西。这个有点有趣，不如我们拿上来看一下。好，你拿一个，你也拿一个。哇，很重啊。很重吧？是这样的，这两个呢，其实它们是同一个属的珊瑚骨来的，名字叫冰珊瑚。冰珊瑚。那么我们沿途下去会看到很多的骨，也会看到很多不同的贝壳。也就是说呢，东平洲海岸公园的海里啊，是有很多珊瑚的。因为呢，有珊瑚，生物多样性高，所以有时生物的生老病死，有时被浪冲上岸，我们就可以在海滩上看到啦。那你猜一下，如果这个珊瑚没死掉，在海里的寿命是多少？以这个尺寸，而且是一整块，可能真的有10年那么久。珊瑚妈妈，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海水一块一块的？这些一块块的阴影其实就是珊瑚群落，全部都是珊瑚。我们会潜下去看吗？走了这么久，不如就去潜水吧。好啊，好啊，好啊，现在去。耶！今天来到东平洲海岸公园，我们潜入水里呢，要进行的有3项任务。第一个呢，就是珊瑚普查，在海底先拉尺锁定范围，究竟0米下面是什么，并且要辨认出究竟是珊瑚、石、沙或者是泥。除此之外呢，如果你见到珊瑚可以的话，你还可以辨认一下是什么品种。那么第三个任务是，就是填写这个健康记录表，记录的目标是为了检查珊瑚健不健康。除此之外呢，我们会把珊瑚和图表对照，看看有没有浅色的地方。像这个位置属一，代表这个地方呢有白化现象，我们呢会记录下来。那现在我想问一下，待会儿我们去量度珊瑚或近距离的去接触它们，请问有什么要注意的呢？我们做珊瑚普查，其实当中有很多的任务要去完成，双手呢要拿着工具做记录，这个样子本身呢要保持良好的中性浮力。大家呢要注意好中性浮力，不要去触碰到底质，要好好的控制住我们的呼吸。我下去了，可不可以扶我一把？没问题，谢谢。要打 OK 的手势，要不然变成求救了。对不起。下水。今天的感觉是看到香港另一个潜水世界里所展现的东西。
因为今天看见的跟平时潜水所看见的很不同，看不到那么多的珊瑚，而且今天做了很多特别的任务，这些是我们以往潜水不会突然做的。在有人指导下，整件事情变得更好玩，从中就会有很多很多的收获，让整件事增添了意义。有专家 Apple 从旁协助，就会更有方向感。因为平时自己潜水纯粹就是为了兴趣或者是玩乐，但是有 Apple 同行，他就会告诉我现在看到的珊瑚是属于哪一个品种，现在看到的珊瑚它颜色的深浅度就代表了它的健康程度，所以就让这次的潜水体验更具有教育的意义在里面。原来潜水也是有那么多东西是可以留意的。刚才我们下水的位置是亚妈湾，是东平洲海岸公园其中一个重点珊瑚保护区，所以那里真的有很多珊瑚。我们刚刚潜水的地方几乎八成被珊瑚覆盖，那么以珊瑚覆盖率近八成来看，十格之中应该有八格填满，是差不多填满了十珊瑚。填的时候我就在想有没有填错，填来填去都是石珊瑚。不过呢，我有看到 Apple 在鼓掌，是的，鼓掌就是对了，鼓掌就代表我填对了。对，还有地方填写沙石啊什么的。对的，沙啊石啊都是很正常，可以在大自然里看到。不如我们报告一下刚才看到了什么。好啊。大家看到了什么？很多珊瑚。对，真的很多珊瑚。珊瑚能不能说出名字啊？我在海里给你们指出了很多名字。是啊，是啊。牡丹珊瑚鼠，对，牡丹珊瑚鼠，香港呢只有一种，是十字牡丹，是好大一片，虽然很漂亮，十字形。十字牡丹珊瑚其实很有趣，因为呈十字形，为鱼和小生物制造了很多空间。我尽量前进一点观察，里面好像有些生物啊。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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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我好像看到有扁脑珊瑚鼠。对，扁脑珊瑚鼠是香港最占优势的品种，一座一座。还有一个。角孔珊瑚有吗？角孔有，很漂亮，像一朵很长的花在摆动。然后呢，我们还看到了很多蝴蝶鱼。是。它们一般通常在鹿角珊瑚一带，所以刚才也看到了很多鹿角珊瑚。刚才还看到什么了？鱼都躲在珊瑚里。好像是沙萌。对对对对，沙萌。这个沙萌很友好的，完全不怕我们，停留了很久让我们观察。只要有珊瑚的地方，我们便能看到很多不同的海洋生物。因为珊瑚构建了一个优质的家园，让不同的海洋生物栖息。好，最后一个任务呢，就是关于珊瑚的健康。那你们刚才观察到的珊瑚大部分的健康指数你们看到的是多少？我看到大部分珊瑚的指数是五和六。五和六呢代表比较深色，代表珊瑚很健康。大部分是咖啡色和红色的色调。对，这个色调对的。还有一个，对，还有一个是绿色的。你记不记得是哪个珊瑚？盔形珊瑚鼠。盔形珊瑚鼠，对，很漂亮，很大，数量也很多啊。还有的是与别的不同的绿色。是啊。珊瑚虽然有很多都是深色的，但偶尔也会有少许白色。哦，对，好像也有看到过。对呀，对呀，珊瑚呢有时会局部白化，但是造成白化的原因是各有不同的。一般来说是水温上升导致珊瑚受到压力，然后呢就造成了白化。有些现象是珊瑚呢感染了疾病，那感染疾病的部分呢就会有机会白化。刚才大家看到的白化现象，白化程度会下降至一二。是。对，就是这个样子。当白化现象发生的时候，代表珊瑚正在挨饿，持续的越久真的会饿死。在外国很多地方呢，这个情况不能逆转，真的就是白化之后就死亡了。但是在香港就很幸运，就是当水温降低时，夏天过后，珊瑚呢就有能力在大海上，它就会和虫黄藻建立一种共生关系。但在外国呢，珊瑚往往大规模白化，大规模死亡。我们的情况呢，即使珊瑚大规模白化，却有机会好好恢复。那为什么会造成白化？其实跟温室气体排放导致气候变暖、水温上升有关。那么暂时香港没太大问题，但是我们也要十分当心。不过刚才我也有印象，一边观察珊瑚的时候，当你看到一些网或者垃圾，你会捡起来，然后就把它带回船上，这样了。是这个呢，其实不止我，香港的潜水朋友很好。那因为香港的潜水朋友纯粹潜水已经不能满足他们了，因为他们除了潜水还会摄影，都不能满足他们。他们觉得要采取行动去保护，因为真的很漂亮。当大家了解、认识到珊瑚的美的时候，真的很想多做一步去保护它。所以我很欣赏一些潜水朋友主动去捡垃圾、清理垃圾，虽然微不足道，但其实影响很大。Apple，
其实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很久了，为什么你这么喜欢珊瑚呢？因为我本身很喜欢大海，我从小到大都很喜欢海洋，喜欢海洋生态，喜欢看到的所有海洋生物。那为什么我这么喜欢和专注于珊瑚呢？我觉得就在我大学做研究生的时候，我有时候会跟别人说是我选择了珊瑚为题，其实可能是珊瑚选择了我做这个题目。在潜水的过程中，很多人会说我看到很多鱼啊，很多很多漂亮的其他东西啊，但是很少人会觉得珊瑚很漂亮很特别。珊瑚很难长大，但却很容易遭到破坏，有人类的地方珊瑚就会遭殃。我们就会反思我们现在所做的研究是否实质性的有帮助到珊瑚，所以我们不仅在实验室做很多研究，也想从事生态修复、珊瑚修复，我们很想对海洋生态做出一些实质性的贡献。人生中最失败的事，就是爱上了大海。它令我不可以脚踏实地。平时我偶尔喜欢到海边走走，听着抚慰人心的海浪声，感受夹杂着少许盐味的海风，看着这片令人神往的海洋，幻想自己可以一直自由自在地漂浮，永远都不用靠岸。要上船就快点了。啊，好，好，来了，来了，来了。好，让我多耍一会儿帅。我手上的菠萝包绝对是伏笔，跟我们待会儿要看的东西很有关系。先说回正事。我从西贡市中心的公众码头搭乘街渡，大约十多分钟便来到了桥嘴洲，就是为了带大家观赏岛上的艺术品。这些艺术品是西贡海艺术节的部分展品。哦，这就是桥嘴第一件艺术品。名字我不太清楚，先看看。这个名为海洋说的艺术品，镜面呢可以反映天空、海洋以及附近的建筑物，挺特别的，是一个融合自然环境的艺术品。走出码头就可以看到，很有趣，我相信能吸引到游客的目光。我们来到了日光下的月影，它就是桥嘴岛其中一个艺术品装置。究竟这个装置代表什么呢？我很想知道。你好，我是阿玉，是这个作品其中的一位艺术家。阿玉，你好，你好，你好。我想知道这个装置想表达什么呀？它的结构呢，其实就是利用了月亮的造型。是。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呢，可以看到由星月到满月不同的状态，而十二个球就像行星般围绕着这个作品。我们创作这个作品时候呢，希望和大自然更加的融为一体，因为当你看到这个作品时，每个角度我们都能看到不同的自然风光。是。例如有些角度能看到山景，看到海景，跟我们的作品融合起来才能成为一幅完整的作品。这整个艺术品的材料呢，主要是以藤还有少量的铁制成的吗？对，因为大自然很漂亮，我们很希望作品能跟大自然相互呼应，所以我们选用了自然物料作为主要的外观。第二呢，就是我们还学习了很多传统的工艺，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取之大地，回之大地。如果我们可以使用地上的物料来制作出来的话，等到某一天花落有时，是要拆除的时候，我们还有办法将它分解放回大地，让大地回收。所以我们创作的时候就多想了一步。明白。
你现在用天然的材料是否有遭到破坏，或者因天灾人祸等因素发生一些意外？这是我们做生态艺术的时候经常会面对的一些挑战，例如天气的变化，下雨啊，或者暴晒之后，当然物料就会慢慢自然的变化嘛。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觉得就像四季，春夏秋冬，步入不同的时候。是，我希望大家可以在不同的时候观察到它的不同的美，同时这也是属于一种不完美的美学。有一艘小艇，它是被冲上岸的吗？是的，它其实是台风期间大自然送给我们的另一个装置。哦，会不会觉得破坏了装置，无缘无故多了件东西？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因为既然是大自然送来的，有些事情虽然我们无法控制，但换个角度来看，它又为我们的作品增添了独特的风光。应该说，你学会享受的话，你看到的东西会更美丽。刚才我苦心埋下的菠萝包伏笔，现在终于要揭晓了。你看看这件陶艺作品像不像菠萝包？其实它是大菠萝油系列其中一件作品。整个系列一共有十件陶艺作品，每件作品都是回应桥嘴洲独特的自然环境而创作的。桥嘴洲在1亿4000万年前曾经经历火山爆发、受风化和海水侵蚀，所以形成了这么特别的菠萝包石。我们不如看看它跟你原先创作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是否下很大雨已经变了不同的颜色呢？你觉得颜色不同了吗？而大菠萝油系列作品是由插画家猫山和一群来自异想的师傅仔一起创作。你好，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那我呢，主要就是画画了，并且呢，在前期的时候和地质学家师傅仔一起来到桥嘴洲，听他们介绍这个地方的历史，然后我将一些比较特别的植物、动物或石头的故事写下来或者画下来，然后师傅仔看了之后呢，再用自己的才华转化成为一个立体的作品。整个过程花了差不多几个月的时间。对，有几个月。制成之后不是立刻放进窑里的、不是，它是要先上颜色的。上色之前还要等它干透。是啊。才可以放进窑里烧。要分开烧，不是一起，要分开烧。是啊。是很辛苦。是啊。哎，这个大山怪有加了你的名字，是你做的？是我做的。为什么一只眼睛张开，一只眼睛合起来？更加可爱。更可爱。那大山怪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有时在发脾气，有时很可爱。如果你激怒他劈东西，他不喜欢的话，他会劈菠萝包给你吃。哦，会喷菠萝包给我吃。对啊，我惹他生气也好，因为我有菠萝包吃。是啊。他们的创作呢，往往会带来意外的惊喜。这个呢，就充满了创意，充满了童真。他们会把事情重新的诠释一遍。十件作品分布在码头至半月湾的山路中，若要走完全程，大概要一个多小时，而且沿途很多山路，不知道我们今天能否看完所有的作品呢？这也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好像还从来没有人在郊野的公园里放置过艺术品呢，所以当时我们很担心，放在这里是否会被人破坏。幸好过了一年，他们都完整无缺。哦，那片云好漂亮。不是一般的云。上到山顶也只走了一半路程，沿路看了很多美景。但为何没有看见嘉乐呢？原来他太累上不来，已经由工作人员陪伴下山，大家不用担心。再见。好，走吧。好的。桥嘴这条路线我本身有走过，但当时还没有西贡海艺术节，没有这些艺术品观赏。这次有艺术品，发现它赋予这条路径不同的意义。你可以有机会
或通过一些媒介了解更多这条路的历史以及它背后的意义。在远足之余，你会有意外收获。我觉得香港有这些的话会很棒。今天只看了巧嘴洲的艺术品，都已经得到这么多启发，不知道西贡海艺术节其他作品又有何特色呢？所以我找到这次艺术节的策展人 Alan， 想了解更多。先在展板前停下来，是，这倒是随意出门可以穿过去的。哦，耶，好了，大家来到了西贡海艺术节的范围了。这一次艺术节的策展主题是在岛屿，希望大家能再来到岛屿。英文是 Draw Again Island， 希望好好享受，有 G-O-Y draw 的意思是吧。第二年呢，在岛屿的屿变成了叙事的叙，希望透过艺术品艺术节讲述村内的故事，或者优美的自然生态背后的一些故事。英文名很有意思， Joy O Y， 我的名字也有 Joy。 OK Joy， 好名字。好名字。除了巧嘴洲之外，这次的艺术品还分布在盐田子、教西洲和梁船湾。盐田子里面的故事呢，通常跟客家村的文化有关，也跟以前做盐啊，或者是与天主教有些关系，通常作品都会结合这些故事。来到教西村了，教西村是渔民村，以前以打鱼为主，所以会跟渔网啊、帆船啊是有关的。来到梁船湾了，如果大家坐船出海，会经过美丽的西贡海自然生态，最美丽的是六角岩柱，有些作品呢就是表达六角岩柱的美，有些呢就会表达当地的特色，例如陶泥啊什么的。所以我们有一个作品跟学校有关，以前有一间梁船湾公立学校，作品正好设置在那里，希望吸引村民参观这个地方。大海真的很奥妙，不仅蕴藏丰富的生命，还启发人无穷无尽的创作。希望大家以后更懂得爱惜海洋，也让海洋好好保护我们和我们的未来。